两新婚的朋友，用咱海边水沟边来甲因请安问好。要龙时，今日今日的龙时，今天是咱台湾岁数艺术年，咱的三月初九日，要来恭祝恭祝的纪念时，咱的观音佛祖会天上帝开箱信佛，地上行信来成就成人手，万寿无疆，信信是为大好日子啊！咱直接要来向咱地上行来祈求，祈求会当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。祝咱的流水嘉宾迎收咱的平安迎到得去，大家来到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风调内底可以当大赚钱啊！哎，感谢谢谢，哎，今仔日甲咱只海口姊妹哎上好安尼啊！哎，今仔日啊，哎走两摊，哎山线今仔日拢无停安尼啊！哎，所以哦，哎咱的海口姊妹一抓老位海口，哎来到车，哎相信咱只来宾哦，哎较对咱的面路较无实在啦。哎，因为啊，咱的小妹啊，哎今年都。哎，到专工换来叫咱海线的水姑娘啊！哎，既然安尼哦，输人唔输你，哎，输你就迄个难看脸啦吼！哎，对对对，哎，所以吼，哎，咱哦爱尽量吼，哎，把咱的本性，把咱的十八般武艺，哎，拢全部拢带出来安尼。啊，咱的人客个会听你讲，哎呦，咱这个水姑娘啊叫什么名？哎，人工咱来个要搁做功劳队，哎，搁会特别甲咱的小妹个哎呦知名，哎，叫你来找安尼啊。哎，所以演员你等下吼，较骨力嘞，哎，较拍拼嘞，哎，将你的十八般武艺拢甲伊带出来安尼吼。哎，看你有啥物会晓，你拢甲伊带出来袂要紧。啊，你若有需要咱小妹。你替讲啊！哎，你刚才直接我讲起安尼哦，我个叫阮后壁面迄个泳池哥哥，哎，我个来甲伊拜托一下安尼哦，哎，拜托伊去去摕出来擦一下安尼吼，哎，安尼 OK 啦，哎，你敢会使用着迄支？要咩的要？啊，要咩的？你还无学到遐呀？好好，安尼我等下叫咱后壁面哦，你们看咱迄个小可爱，哎，咱迄个小茉莉。哎，问看讲有需要一支无？哎，老师呀，吼，我讲，哎，来甲阮了泳池哥哥塞奶兼拜托安尼吼，哎，叫伊去铁工吼，甲阮擦一下安尼吼，哎，来来来，不然你开个玩笑，我等你圆圆继续来安排。三花，谢谢。来，阿爸，咱常有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《山药花》。来，小心哦，有车要过哈。来，谢谢。